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睇今日嘅生活调查团，我系杯杯。咁喺节目开始之前，提醒翻大家啦，如果大家喺生活上边有咩需要我哋帮手嘅话，可以扫描我哋屏幕下方嘅二维码，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号。好啦，翻嚟我哋嘅正题啦。咁最近咧，我哋日常生活当中一次性纸杯咧系接触得比较多嘅。咁咧，因为佢小巧同埋方便，已经成为咗我哋屋企啊或者系办公室等等呢啲场所入边必不可少嘅一种日用品。咁但系有街坊就话啦，咁虽然佢系方便，但系背后嘅安全隐患佢系层出不穷。咁例如话用嚟装热水，分分钟系喺度投毒。咁究竟呢个系咩回事呢？我哋一齐睇个。会，我们用的是塑料的，几多啊？还好吧。哦，呢、这个冇，好少用到。去人哋屋企就会用，但系自己就会用自己啲杯咯。有啊，有啊，马上用了一次，用了一次就丢了嘛。就是对，肯定不会，肯定不会经常用啊。在家或者是在工作的地方，我们一般就是不用一次性杯子，都是用自己的陶瓷杯子。食到咁多年都没死，那冇所谓啊。这些材质那些是，就是说不耐高温的那种的话，可能就真的会有毒。唔知道，唔清楚。没听过。即系第一就除咗生产者自己要有良心，跟住第二要监管咯。呢啲一定要監管咯，因為畢竟我哋都唔知道我哋食落去乜嘢係健康嘅，乜嘢係安全嘅，係咪？咁都係啲檢驗部門話俾我聽，呢啲健康咁樣，即係呢啲安全咁樣咯。經過一輪嘅採訪，我哋發現一次性紙杯喺我哋嘅生活當中可以講係隨處可見。而講到一次性紙杯可能含有毒成分嘅負面新聞，好多街坊都表示略有耳聞。只不過對於呢啲嘅負面新聞，大部分街坊嘅態度都只能係無奈同接受啦。面对纸杯的各种问题，我们生活调查团当然就不会坐以待毙，所以在采访完各位街坊之后，我们随即回到办公室，看看这段时间纸杯有什么负面新闻。最近呢，陆续有相关部门爆出一次性纸杯的质量低劣，抽检合格率只有20%左右。那么一次性纸杯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请看我们今天的每周看质量。调查显示，很少有消费者想到经常使用的一次性纸杯会存在质量问题。今日记者首先来到位于南京龙江的博桥百货大市场，在这个市场里各种纸杯应有尽有，记者随手打开一袋纸杯的外包装，立即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你们味道很浓，是偏向于一种化工企业，这样看了一打开就是味道。不少人都用过一次性的纸杯喝水，其实一次性纸杯的内壁上通常涂了一层薄薄的蜡，如果水的温度超过了40度，蜡就会融化，因此一次性纸杯最好用来装冷水。非要使用一次性纸杯装热水时，第一杯水最好不要喝，等4到5分钟之后，纸杯中有害物质充分溶解，然后倒掉，重新接一杯水喝。这些温馨提醒你记住了吗？来到这里，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都估得出我们今期是要调查什么了。没错，就是食蜡。有人说纸杯只可以装水，是因为纸杯的内壁有一层蜡，这层蜡是具有防水作用，在遇到低温的时候它是不会溶解的，但是遇到高温例如热水它就会溶解了。所以细心的人都会发觉，当纸杯装热水的时候是有一阵味道的，当人喝了这杯水的时候会对人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究竟这层蜡是什么呢？它对人体的伤害又会有几大的危害呢？我们一起为你调查。要对纸杯是否含有石蜡这个问题展开调查，第一步当然就要了解石蜡这个问题了。为此，我们来到了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找到了陈秘书长。咁为咗进一步了解石蜡究竟系乜嘢，咁而家咧我就嚟到咗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而家喺我隔篱嘅咧就系陈秘书长。秘书长你好。好，我想问一下石蜡是什么呢？石蜡是一种石油产品，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工业用的石蜡，一种是食品级的石蜡。食品级的石蜡对人体是没有伤害的。现在纸杯的标准也是要求要用食品级的石蜡。工业用的石蜡对含有一些汞等一些重金属，会富集到人体里面，对人体的肝脏等器官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另外，工業石蠟當中的重金屬汞對身體的危害是最大的，汞即是俗稱所講的水銀，口服吸入或者接觸之後可以導致腦同肝損傷，汞可以在生物體內積累，排泄時間慢，每日只可以排出儲存量為1%，而鉛相信大家就不陌生了，長時間接觸鉛同其化合物會導致心悸而激動，血漿紅細胞增多，小孩鉛中毒則會出現發育遲緩、食欲不振、行走不便同便秘、失眠，鉛進入孕婦體內會通過胎盤屏障影響胎兒發育，造成畸形。嗱，聽到專家咁講咧，其實工業石蠟對我哋嘅身體傷害都係幾大嘅。咁而家喺我手上嘅咧就係買翻嚟嘅工業石蠟。咁如果好似傳聞當中嘅工業石蠟對我哋嘅身體傷害係咁大，咁我哋平時生活當中咪食用咗好多嘅毒素？為咗搞清楚事情嘅真相，我而家就嚟到咗廣州大學生物化學實驗室，一齊揾到咗侯老師。咁希望咧侯老師可以協助我哋做個實驗。有請侯老師。侯先你好。我想問一下啦，我哋生活當中紙杯啦，係入邊有一層好光滑嘅膜啦，咁呢個膜會唔會係石蠟呢？如果想了解紙杯入邊嘅薄膜有冇可能含有石蠟呢，咁我哋需要先了解一下石蠟嘅物理性質嘅。咁接落嚟嘅任務咧，就需要杯你幫我接一隻紙船嘅。嚇？杯杯，你冇聽錯啊！侯老師的確係要你去接紙船。我哋首先用一張冇做過任何處理嘅 A4 紙接紙船。然后另外一张 A4 纸就是正反面都涂上一层石蜡，再用来接纸船。侯老师啊，嗱，咁我哋纸船已经接好啦，咁接落嚟下一步系做咩啊？接落嚟咧，我哋就将呢两只纸船一起摆去只玻璃箱度，然之后就可以了解到石蜡嘅第一个物理性质啦。好，咁我哋开始啊。然后侯老师就将呢两只嘅紫船同时放入水缸入边，然后再嚟睇下紫船有啲咩变化。好啦，5分钟过去啦，咁我哋好明显咁可以见到啦，涂咗石蜡嘅船咧系浮咗喺水入边，咁冇涂石蜡嘅已经系沉咗喺底入边噶啦。嗱，咁好明显可以见到啦，石蜡嘅第一个物理性质咁即系防水啦。咁如果系咁讲嘅话，咁石蜡放喺纸杯入边系情有可原噶。杯杯，你唔好咁快落下定论先，我哋做多一个实验，睇下佢仲有咩其他嘅物理性质。咁我哋接落嚟咧，要了解石蜡嘅边个物理性质啊？咁我哋大家都知道石蜡咧喺温度比较高嘅情况下会融化嘅，所以我哋依家分别准备咗分别系90度、60度同埋30度嘅三杯水。咁我哋就将石蜡摆入去，睇下喺唔同嘅水温底下佢有啲咩变化。好。10分钟过去了，侯老师，我哋一起睇下实验结果啊！好，咁呢个就是水温系30度嘅，咁我哋可以睇到咧，上边系冇乜变，呢、這个石蜡系冇乜变化嘅，咁上面都有系好轻微、好轻微嘅一啲漂浮物啫，系呢、這个系60度嘅，咁就可以好明显咁睇到系上面有一层漂浮物嘅，系好明显啊，好明显，漂咗喺上边啦都已经，咁呢个90度咧就更加明显啦。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上下分層的，上面這一層就是石蠟，我們都可以看到杯壁是有一層白色的石蠟的。哦，原來石蠟在熱水下面可以溶解出白色的漂浮物，我知道接下來我要怎樣調查，麻煩你老師。經過一連串的兩個實驗，我們可以了解到石蠟的兩個物理性質，第一就是防水性，所以用來做紙杯的塗層似乎就是合情合理的，第二個就是遇熱水會融化，這個就是為我們的調查員杯杯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調查線索。從啱先嘅實驗嚟講，大家都可以見到啦。如果係石蠟遇到熱水之後咧，會釋出白色嘅漂浮物。咁按道理嚟講，如果我哋嘅紙杯上邊係存在石蠟，同樣應該都係會有白色嘅漂浮物出現噶。嗱，咁而家喺我隔離咧係有5個啱啱喺市場買翻嚟嘅紙杯。咁等陣我哋將會用熱水去倒入去呢啲杯入邊，睇下佢哋會唔會釋出白色嘅漂浮物。
过去了，我们一起看看烧杯里面究竟有没有白色漂浮物的释出。这里是第一个没有见到有，第二个都是没有，这里第三个都不存在，最后是这两个都没有。为什么这么奇怪的？为什么没有白色漂浮物释出的？难道是我的调查科去出现了问题？实验的结果令人意外又欣慰，实验的五个纸杯入面都没有发现有石粒，究竟是纸杯没有石粒，还是实验存在什么漏洞？而正当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我们的调查员突然恍然大悟。啊，我想到了。他究竟想到什么呢？我哋都知啦，呢啲纸杯比较细只，如果真系涂有石粒嘅话咧，都系好少量，我哋好难发现噶。咁所以咧，我决定将呢啲纸杯剪碎，然之后咧放喺烧杯入边，用热水进行浸泡，睇下有冇白色嘅漂浮物出现。15分钟过去了，我们一起看看实验结果。好奇怪啊！嗱，咁啱先我撩咗一撩啦，除咗发现咧系有一阵异味之外啦，喺呢个烧杯上边系冇出现任何白色嘅漂浮物噶。咁我觉得奇怪啦。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咁我哋纸杯嘅呢个防水性嘅问题又点解释呢？我哋一起问下专家先。秦老师。我刚刚呢做了一个实验，用热水去煮这些纸杯，但是发现它里面根本没有石蜡。那纸杯的防水性怎么解释呢？现在的纸杯是有两种，一种是石蜡，涂的是石蜡，另外一种是涂的是聚乙烯。石蜡的话它是有一定的熔点的，如果超过它的熔点它就会溶解。但是现在纸杯使用的都是食品级的石蜡，就算溶解一点对人体也是没有伤害的。而且现在涂石蜡的纸杯是比较少了，大部分都是采用的聚乙烯涂层。原来食品级的石蜡经过精炼是安全无毒的，可以直接使用在餐具上面，不单止可以使用在食品包装的防潮、防油和防黏上面，还可以应用在化妆品上面，就算食用一小部分都不会对身体有任何影响。现在的纸杯用蜡来做防水已经非常少见了，更多的是使用聚乙烯。那聚乙烯又是何方神圣呢？聚乙烯是一种高分子材料，主要用于食品包装的涂层。我们现在厨房里面用的保鲜膜，还有牛奶盒，这些都是聚乙烯涂层的。现在，纸杯里面要求是采用食品级的聚乙烯，对人体是没有伤害的。陈秘书长仲同我哋讲，聚乙烯简称 PE， 手感好似蜡，但相比起蜡，聚乙烯无毒、耐高温、吸水性低，而且聚乙烯嘅化学性质非常稳定，可以接受大部分嘅酸碱嘅附升。常温下嘅聚乙烯材料接触到稀硝酸同稀硫酸以及任何浓度嘅盐酸都唔会发生反应，所以内壁使用聚乙烯嘅纸杯，就算用嚟装汽水、醋或者其他饮料，都唔会对健康有危害感。咁专家就话啦，纸杯入边嘅呢一层膜咧，最主要都系聚乙烯。咁究竟聚乙烯系咩嚟嘅咧？我拆开俾大家睇睇。咁我而家咧就将呢个拆开啦，再将佢放到去热水入边进行浸泡。咁大家而家咧見到嘅呢一個咧，就係啱先喺紙杯上邊撕落嚟嘅聚乙烯，咁係白色啦，同埋呈現一個半透明嘅狀態。咁我哋平時咧用紙杯去裝熱水，會出現一陣異味。咁究竟係咪因為呢個聚乙烯咧？我哋而家將呢一張紙放入去我哋熱水邊睇睇。当调查员将塑料膜放入烧开嘅热水当中，发现塑料膜有发生轻微嘅收缩。咁纸杯装热水会释放出嚟嘅异味，系咪同呢个塑料膜有关呢？聚乙烯这层塑料膜在热水里面安全吗？是安全的，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聚乙烯它的耐受温度是在100度以上，我们平时喝的开水也不过100度，不会超过100度。另外一个呢，就是纸杯的标准要求聚乙烯是食品级的，
食品级的聚乙烯膜对人体是没有伤害的。听完专家讲嘅嘢，大家总算松咗啖气啦。事关纸杯嘅内壁系可以抵受100度以上嘅高温感，虽然我哋查明咗纸杯当中嘅异味并唔系来源于直接同水接触嘅内壁，但系纸杯遇到热水会有一阵异味，呢个系好多人都深有感触噶。咁呢啲嘅异味究竟源自边度呢？听咗专家咁讲，相信大家都松咗啖气啦。咁所以咧，告诫大家唔好用纸杯去装过热嘅食物或者系水，咁样会安全啲。咁但系嚟到呢度啦，我有一个问题啦。在我们之前做的实验当中，用热水去煮这些纸杯呢，会有一阵很奇怪的味道。那究竟这种异味是来源于哪里呢？不行，我一定要搞清楚。那现在在我面前台面上就有很多的纸杯了。那刚才我就闻了一闻，那发觉不单止这个纸杯有异味，那这些纸杯呢同样都是有异味的。那难道是我的嗅觉太敏感，所以觉得是个个都好似有异味啊？咁不如咁啦，接下来我就邀请我哋公司嘅一位同事嚟帮手闻一闻呢啲纸杯嘅异味啦。有请晓林。你帮手闻一闻啦，闻下我哋纸杯上边系咪有其他异味？系，闻多几只。调查员同志愿者对住面前有一堆嘅纸杯，足足闻咗十分钟，睇咗十分钟，究竟有冇新嘅发现呢？纸杯遇到热水会有异味之谜是不是可以解开啊？纸杯的异味究竟来源于哪里？细细的纸杯何闻多多，选用不慎后果很严重。传言偏讲，查错再讲，下一次回来我再告诉你。在上一节，我们的调查员和志愿者继续寻找一次性纸杯的异味的来源，究竟两位有没有找到什么线索呢？事不宜迟，即刻还你先。全片讲查咗先讲，欢迎翻嚟我哋嘅节目。嗱，咁啱先我同我嘅同事晓龙一齐闻咗呢啲纸杯咧，咁发现啦，异味咧都系因为佢入边装咗热水啊，所以觉得味道系更加之浓啊。咁但系我哋之前做过实验咧，就系话呢啲纸杯装热水系冇问题嘅喎。咁你觉得问题喺边度咧？其实咧，你闻下外边嘅味道，佢就犀利过入边噶。其实系、哦，真系咁喎？点解啊？好奇怪啊！所以话其实外边啲味道系边度嚟嘅咧？究竟志愿者晓林嘅发现令到我哋嘅调查有咗新嘅发展。只系呢个异味点解会出现喺外壁咧？呢、這个同外壁有啲咩关系啊？我哋嘅调查员马上上网查翻相关嘅资料，结果却令人震惊。网上话呢啲嘅异味系杯嘅外壁图案嘅原因，呢啲图案当中嘅油墨含有苯等化学物质。咁呢啲嘅传言系真系假呢？我哋平时用嘅纸杯外壁系咪真系含有铅同埋苯啊？只不过讲咗咁耐，究竟铅同埋苯系咩嚟嘅呢？我们现在市面上很多纸杯都有油墨，而油墨呢，它会释放出铅跟苯这些东西，那这些是什么呢？铅和苯是重金属，对人体会造成一定的伤害。听完专家的介绍，我们回想了一下啱先闻纸杯的情景，我们就发现异味比较重的杯都是外壁图案比较鲜艳的。这个款式的杯遇到热水之后，异味就更加明显了。究竟是纸杯的颜色越鲜艳，含有铅和苯的机会是不是就越高呢？大家仔细睇下，可以发现呢啲嘅纸杯图案各有不同，有啲颜色非常鲜艳，有啲图案嘅面积非常之大。咁印刷呢啲图案嘅油墨系咪含有苯呢？我哋决定将佢哋打包好，送去专业嘅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经过漫长的等待，检测结果出来了。在我们送检的三款纸杯当中，一号纸杯铅含量为每千克 13.9 毫克，二号纸杯检测不出有铅，三号纸杯的铅含量为每千克24毫克。在苯含量方面，一号纸杯的苯含量为每平方米0.18毫克，二号纸杯检测不出有苯，三号纸杯的苯含量为每平方米0.15毫克。按照这个实验结果，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颜色越鲜艳，图案面积就越大，含有苯和铅的机率就越大。既然这些油墨有可能出现重金属，究竟国家对纸杯的印刷有没有相关标准的呢？那对此如果真的是有危害的话呢，我们国家有什么措施跟标准吗？我这里有两个纸杯，可以先看一下。就是国家标准规定，就是
杯口以下15毫米和杯底以上10毫米是不能够印刷图案的。另外现在国际上在推荐使用水性油墨还有植物性油墨等一些节能环保型的油墨，对人体是没有伤害的。专家话啦，国家对纸外壁图案嘅要求系纸杯口往下15毫米，纸杯底往上10毫米，系唔可以有图案噶。所以大家购买纸杯嘅时候，亦都可以多留个心眼。调查到呢度，咁相信大家对于纸杯释放嘅异味真相咧系有所了解啦。咁但系有谨慎嘅朋友就会话，咁既然啦纸杯咁多问题，以后不如用塑料杯得啦。塑料杯又冇图案又安全，咁对于呢个问题，专家又点讲呢？纸杯是用纸做的，纸是一种环保型的材料，所以纸杯是比塑料要环保的。另外的话，纸杯它也有隔热的功能，用起来就会比较安全，不会烫到手，所以建议还是选择纸杯。陈秘书长仲同我哋讲，一次性纸杯内壁系最热气，好多可以承受130摄氏度嘅高温，而现时一次性塑料杯主要嘅材料系聚苯乙烃，可以承受嘅温度最多系70摄氏度到80摄氏度，一旦水温高于呢个温度，就会变形、缩小，甚至释出致癌物质。所以从健康角度嚟讲，其实纸杯会比塑料杯更加安全噶。另外从环保角度嚟睇，一次性纸杯嘅材料系木浆，一般喺泥土入边3到4个月就会自然降解噶啦，但系塑料杯就要填。埋200年都冇办法降解，所以从保护环境嘅角度嚟讲，其实纸杯会比塑料杯更加好噶。相比塑料杯，纸杯安全又环保，相信各位精明嘅观众都已经知道要点样拣啦。咁我哋平时又应该点拣啲质量好嘅纸杯呢？现在我们市面上纸杯非常的多，那我们怎么样去挑选质量好的呢？首先我们要先看一下，看它的外包装有没有 QS 的信息，然后还有生产厂家、生产日期、保质期之类的信息。另外的话，就拿着这个纸杯可以对光看一下里面有没有杂质。第二点呢，就是要闻，先看闻一下，看看有没有异味。第三个就是摸一下这个纸杯，看它够不够硬。如果是比较软的纸杯的话，质量就没有那么好。在这里要再强调一次，就是大家买杯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这个是很多朋友都会忽略的问题。拆开杯的存放时间最好不要超过3个月再使用。调查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第一，用纸杯装热水会溶解出石蜡的传言是假的，现时纸杯内壁的聚乙烯材料是安全的。第二，不要购买图案太鲜艳的纸杯。第三，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杯口的图案位置，如果太接近嘴唇吉就不要买了。另外，專家提醒，為了環保，一次性紙杯最好可面側面啦。好啦，以上是我哋今期節目嘅所有內容，咁希望咧對於大家嘅生活健康都有所幫助。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我哋節目內容嘅話咧，可以掃描我哋屏幕下方嘅二維碼，關注我哋嘅公眾微信號。我哋下期再見，拜拜。